来讲讲看，你第一夜住在教练家的感觉。教练打呼很大声。教练打呼很大声，还有呢？听说你隔天早上五点就起床，为什么早上五点就起床了？教练尿尿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太大声，然后我就起床了。然后尿尿不关门。尿尿不关门。尿尿不关门。你第二天早上起床有精神吗？五点起床之后有精神吗？没什么精神。没什么精神。啊，你在车上都要睡觉吗？已经被黄博一跟李佑博抢了。还想啊，快要睡着之后。自从接了黄博一和李佑博，我在车上想睡觉，我没办法睡着。你们第一天到哪个游乐园？第一天。力宝游乐，力宝乐园。力宝乐园，力宝乐园有喝什么？好玩，哪里好玩？哪个项目好玩？那个海盗船，就是海盗船，还有头下脚上的那个。那个叫什么？就是有一很像一个包厢，黄色的，金黄色的。还有那个我们坐好几次的那个，可以看到。啊，那个。对啊，那个荡秋千啊。还有那个。算更快了。对啊，好。算好快了。第一天晚上是睡教练家，那么你的第二天晚上是睡哪里？台中哪个民宿还是饭店？饭店叫什么名字？叫做不知道名字。不是 mini 吗？是不是 mini？ 对。啊，那边好玩吗 ？mini 那个饭店好吗？很冷。洗澡完出来之后，我整个人一直牙齿。发抖，那你为什么不多穿一件衣服？然后我是在换衣服的时候，我很好笑哎，我一直踢雨柔姐姐。为什么一直踢雨柔姐姐？因为你每一页都要踢雨柔姐姐。没有，我就这样子。我家里去找雨柔。他就在我旁边，然后我就滚到他的枕头，又滚回去我的枕头，然后起来，我又发现我滚到他的枕头了。哦，就是你的睡相很差。然后我还踢他。床的边边，在他跑过来，然后我又把他踢回去。晚上在 mini 跟谁睡？跟谁同一间房间？我原本不想再跟教练睡了，所以我就跑去到他们房间睡，然后我跟自己睡。然后呢？他有打呼，然后我还听到他们那边叮叮叮叮叮叮，他有打呼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打呼哟。那就是很累，那就是第一天晚上没有睡饱。没有，他每天都。睡不着怎么会打呼？然后很晚才睡。你第二天到哪里玩？第一天的行程是到力宝乐园啊。第二天呢？没记得啊。第二天你们不是直接杀到垦丁了吗？哦，到海参馆啊。到海参馆，嘿呀、啊，海参馆符合什么？垦丁海参馆。就有看到什么？有水母。水母啊，够香。鲨鱼。晚上那个鬼吗？就黑夜，人家笑脸。啊、他眼睛就在上面，以前都是大只眼，然后那边就也像那个是鲨鱼，很像是，像。不然还有什么好玩的？还有买几个吊饰。几个吊饰？什么吊饰？我看到一只海豚，还有一只海豚。啊，故乡。这是海豚吊饰。
那个是钥匙圈吗？什么是吊饰？我钥匙啊，买吊饰。你有买吊饰？什么吊饰？送给你妈妈。上面是姓氏。好。啊，然后呢？你给我买啥？买一只鸡。狗狗鸡会，狗狗鸡会下蛋的是在那边买的吗？我在那边买的。嗯。是力宝乐园买的。那个是力宝乐园哦，我搞错了。你们第对你们第二天住的跟第三天住的是垦丁竹鸡，对啊，听说晚上都很多蟋蟀，对，超级蟋蟀，还跳进房间，晚上我们还有在那边玩水，对，然后蟋蟀陪你们游泳，对，对，超级超级多的蟋蟀，然后曲靖就在那边唱卡拉 OK， 然后唱到一半就不唱，啊，不是说什么？从早到晚都有很多壁虎，对，壁虎，啊，壁虎很会叫。啊，还好还好，没有，我们旁边就有壁虎，然后我还跟教练说我要把它的尾巴用断。那好了，我就想玩啊。然后竹鸡还有什么好玩的？你们不是从早到晚都要玩水？对啊，早上玩，早上玩，中午玩，晚上也玩。没有玩，一玩就在。边睡觉啊！下午还早上没玩吧？是下午。对啊，下午不能下。下雨啊，因为那个风浪太大，不能下水。本来要，然后就回去玩。前面就玩。香蕉城。结果全部被取消。啊？取消，一个也没留。在那边头上跑路了吗？哎，找不到人。太快了，上来了。可喜欢一点点哦。水母，哎，这个水母真的。啊，它吃什么了？哎，灯光嘞。然后用灯光照。对呀哈。哦。这个是用手机拍很闪。好了，先生，来两个，